有出现，我说我寻找了 mod 手电筒，好像没有相关的 mod，有找到一个手电筒，可是他竟然他手电筒 mod 是。更拟真的，它还有手电筒电量哦。有些像有些洞穴、山洞等等的啊，我进去的时候很暗呐、啊，然后手电筒它就只照一个地方，啊，其他地方很暗呐、啊。我其实不太喜欢那种很暗的环境，啊，可是调亮的话，有些场景又太亮。Hello，对啊，没有啊，我尽快赶一点啊。那个20古堡是它，我太快会太晕呐、啊。啊，我已经打过一轮了啊！你叫我慢慢来说，这还是有点受不了，所以我可能所以我觉得啦，我可能打普通模式玩完这一轮哦，就先停，然后去跑其他的。那最高亮度稍微调普通好了。这样子，这样子 OK 了，难得中舞台啊，因为毕竟我希望能够赶在2月底啊，2月底之前把一些该实况都实况完。我这个游戏，20古堡试玩完嘛，我看一下我 Steam，然后还有我的卡到一半的《激兽新世纪》一二跟 PS2 的啊，PS2 的内容新增蛮多，所以我一定会玩到 PS2。然后后来 Steam 这边的话，刺客教条我不确定会不会想要跑啊 GTA 我单人模式还没跑完呢，但实际上我应该不太会回去玩 GTA 啦，顶多就开开计程车到处玩。然后还有 Dying Light 呀、Dying Light 2，我这边好友是有了。然后还有之前说要玩的孤岛鬼影啊，Land and Use 很像二零古堡的。然后都可以试试看，2077的 DLC 我不确定要不要，还有战神呢、啊，战神很久之前就有了，但我还有这边有啊，我还没去想要跑，还蛮多游戏的，还有 XCOM 二啊，那好像我不知道台湾翻译 XCOM 它是叫什么外星人吗？总之我觉得这边至少还有很多游戏在等我跑。机器人大战也还没回去。嗯，我是没想到说他先公布了那个发售时间，那个体验版还没去公布出来。我估计卡普通应该前一个月多会放体验版。而我现在有点担心一件事，因为原本体《魔猎人世界》跟《冰原》它其实。落差蛮大的，世界到冰原，很多武器原本强势变弱势，然后有些甚至变废招。啊，这次荒野，我在想说，如果冲那个首发，那他到时候第一游戏出了，会不会很多东西改变，然后变成说流派就失效了？像原本世界侧甲跟扩散弹是超强的啊，甚至扩散弹四人组。直接压那个就技能上好情况下，可以把贝西莫斯原地打到死啊！后来冰原就没了。但我觉得我现在最希望的是说，我盾牌防御可以很硬的，但看到他很多招式都是有格挡的，
会不会盾牌就盾牌流大砍特砍？因为破崛起跟破晓我没跑，就是因为盾牌流它削弱还蛮多的啦。因为我看蛮多人都有说了，那长枪被迫直接要用就是降虫等等的盾牌流，没办法像冰原一样这么强势。因为我冰原盾牌流，我除了黄黑龙需要用属性以外，我黑龙现在盾牌去打，我基本上是我完全猫不了的。所以我希望荒野到时候不要搞这样。我只怕我到时候感觉落差很大。还有啦，连线系统一定要增强。哦，我甚至冰原加很多人家救难哦，那连线系统时常直接掉就断线啊，然后跳掉等等的。我会希望说荒野连线系统好一点。陈道喜欢吕灵隐。哦，我的天啊，我看了那么多，我听了那么多三国改编的那个游戏啊，我在真正第一滴听到说一个陈道人气不高的，然后可以喜欢上人气高的吕灵隐。吕布的女儿。这什么游戏啊，可以搞成这样。跨平台。我觉得最简单就是像边境一样啊，他直接开一个公共房间可以容纳100个人进去好了。哎，就看啦、啊。是有点太亮。冲啊。我散弹枪改满之后，我要换了制裁者。为什么我感觉调亮之后，这场景变惊悚了啊？三国起源这次很期待，原本我是很期待，然后中途不太期待了，然后现在我看到那个吕布出场的时候，他那个出招真的没有让你一击必杀。因为以前玩无双哦，大多你觉得很困难是因为说被打个一两下就挂掉，像玩那个神魔无双2的时候很长一下一下直接挂、啊、然后还有以前二代猛将传的时候三代猛将传也是很快就挂掉，但是这一次我不确定说他难度是不是调最难，但吕布他是阶段猪猪猪，然后招式很有压迫感，然后他又不会把你一击必杀，但是你又觉得说吕布很强。我觉得这次起源是做得还 OK。 不过有些角色做得太奇妙了，像曹操用太帅了，然后关羽用有点太瘦，好吧，到时候看看啦、啊、反正是好像一月多嘛。反正光荣的我基本上不太会想要先支持那个正版啦、啊。我应该会先观望，然后而且如果是一月多对不对啊，二月底就荒野啊，我可能还是会先用荒野。就算他一月底发售我伊利下载对不对，一个月让我玩透透，我觉得没那么力，没那么快。所以《三国无双崛起源》我会先跳。叫什么、啊？哎呦，他无敌哟、哦！哎呀！啊，糟！他是在……哎，打不了他。Say goodbye。有点太帅了、啊、
不过再看啦、啊，顶多到时候如果真的要玩的话，我就完全不跑曹操就好了，因为我个人观感是对曹操没有那么好的好感，所以到时候如果希望主线不要强制绑定，强制绑定要用曹操。他这次是一个无名角色，我到时候跑一定是直接是跑主角。以前我玩无双的时候几乎都是玩自创，除了神魔无双不能自创以外，我都是玩自创。啊，这次以自创为主角的话，我是还蛮期待。沉默二重置哦，人家好像说这次沉默二重置大家都不太看好吗？因为首先女角变肥婆啊，女角直接变肥婆，很多人就不满了。哎呀，没事，没炸到。阿豆，变超快的、啊。有，然后有人说有可能哦，护士啊，然后还有一些性感怪物也会被削。有些人有这么说，因为连那个女角安琪拉都变麦富德星，真是好几发麦格龙才打死。意外的获得了黄钻，哦，最不喜欢这种钻的。这次普通难度啊，那金刚狼我直接一发麦格龙打他的胸口就爆了。玩简单模式虽然没有改麦格龙，但要两发呢。好、哦，这边是那个吗？艾达，刚刚是艾达。日版特化 C， 又是小钥匙，那附近一定有，附近一定有可以拿的。然后我没有找到。我昨天前天晚上蜀汉英杰赚 6.1 实定有吗？我基本上都是希望有实定的啦，因为我前天晚上的时候有说我怕我那小钥匙错过，因为我发现它有个规律，就是上锁的抽屉附近或是下一个路段你会获得小钥匙啊。我第一轮的时候有几个上锁箱子没有开，因为我小钥匙没有，所以我在想要找说有没有高高亮起，就周围的东西有那个高高亮起的梦灯，但看一下好像没看到。然后手电筒哦，大多啊也就只有那时候手电筒拟真的梦灯啊，它没有高高变手电筒变更亮。貂蝉头像面打起，可惜嘛。哟，搞定啊！实力没有的基本上我应该不会用，对不起。我等下去找一下那个小钥匙，或许干脆找那个道具不会消耗的 mod 啊，但我找不太到。
我现在开了之后，晚上可能还会再开。我想要快速把它冲完，希望我不要，我希望在这途中我不会感觉到晕。如果开始晕的话，我估计我会先停一下，然后换完其他的。蜀汉通常在实力上难上市。有啦，有一款啦，那个什么《三国志》汉末霸业啦。你们说的蜀汉是一个 IP 啊？哦，还有这次没有那个隐身虫，有泥态但没隐身。好，小二十，走回去开。嘟嘟嘟。光通怀一点。我的 bug， 麦克都在地上。要切换回来，再切换回来。空间突然轻好多。赤影战士有上实定，那是什么东西？赤影战士？哎呀 ，sorry 啊，还真没听过，你介绍一下吧。打到后面虫虫，它会直接跳出来。哦，我竟然没发现。打后面虫虫，然后前面那个人就不用打了，然后虫虫会自动直接脱离。应该是说什么怀旧丧尸定吧。重置吧。最近好像很多那种怀旧游戏出个 HD 化，然后优化一下出重置版。豪华时钟好像蛮多的。好，没有四万四。我可出了个好价，一丝不苟才用的场景，东西就该这样。啊，散弹枪好贵哦。我们开始了解你的品味了，朋友。看看感觉如何，老弟？这人应该还有，随时再来啊。动作游戏。对呀、啊，可能会想说。想不到一些新的玩意，就是直接去重置。为什么？因为重置基本上在原有的剧情上，你想一些新的就好了，你不用再去构思一个全新的故事，这样是比较轻松的、啊。嗨 ，Hello， 因为它弹夹量很大，啊，这样我的背包可以更大。黑个屁呀、啊、黑！啊、哦，这要躲巨人，我想到我那个时候好像，我那个时候好像这边有个宝物没拿到，然后我懒得回来走。哎，上面有人。哦哟！吓到我！
啊干！还来？我知道 NDS 是恶魔城有啊，之前那个好像 Amy 有跟我讲。手枪散弹狙击技术好，十字弩根本多余。哦，主要是那个爆炸弩，我觉得还蛮有趣的啊。能不能干？没射到。哦，我现在超缺药草的。啊，黄药草是拿来卖的啊。阿杜，哎，马上就来个绿色药草，寄生他，寄生他，你寄生他呀你。寄生他，我就不用打盾牌了。欸嘿，哦，这个我记得上一轮我完全逛不明白，我是随便乱逛，然后赶快过去的。那这次我要拿那个全宝藏，我觉得我有点受不了。还有上面一层。还是不错啊，基本上他应该也稍微有点知道了。如果他再这样的话，真的有点强硬的话，我就直接把那个黑名单。哎，对对对对对，因为说真的，我看莫德比较方便的啦。因为有些 BOSS 我是想试试看能不能干掉，然后还有打他弱点啊，然后的确是有点作弊。因为说真的，我玩的原版跟这个新版哦，我真的新版有感觉到较难的。然后我也想要快速打。哦，就这边。哦，这边我真的不会。嗯。新版都被围的、啊。哎，我的阿鲁不是有披风吗？为什么没披风不见呢？下次我要看一下，我阿鲁怎么没披风？啊，对哦，好像你们说什么手榴弹吗？嗯，那开上面那个要干嘛？哦，什么时候可以再回来？哦，好吧。哦，原来他的那个披风是我的阿鲁的披风，对应那个李阳的披风。嗯，那所以是要走下面还是走上面？哎、欸，等一下、喔，我打开这个。这个是对应上面的，对不对？我是要走下面还是走上面这边？上面这边估计是直接过去啊。哦，有点晕了，别搞人。有没有人？有没有人跟我解说一下？我要怎么走？
我这样一直跑来上蹿下跳的，就是有点吃不消。算了，管他什么全保障，直接打了。你多以后再回来。哇，这很会偷袭。我们都勇者斗龙十一，我没碰过勇者斗龙，但人气好像蛮高的啦。我以前是有去碰一下勇者斗龙，但是那个勇者斗龙早期版本哦，它全是日文，没有汉字。那时候我用 PS1 去，然后发现说哎呀。有点玩不下去，因为看不懂。不会啦，不会啦。我当初是下载，好像听说那个《勇者斗龙三 S 4》是最好的，可是我完全看不懂，所以就算了。闭着眼睛玩，决定我不要整这个玩意了，这个有点搞自己。玩游戏就这样了，干嘛虐待自己？听到，我就听到那个声音了。血量还有，他就直接挂掉，超怪的。有三个女主，可惜好像没有人汉化哦。我要去哪边？哦，可以回去，可以回去。回去捡东西。哦，不用在那边上蹿下跳。不要！哎嘿，你拿我怎么样？你拿我怎么样？哎，快跑！快跑！快跑！还有这个，我记得上次好像是这个上锁的宝箱没有拿到。会不会是我刚刚路途上？哦，就这个，就这个，就这个。我没注意到哎，他那个声音跟 BGM 完全盖过去了。
要回去算了吧，不去了。反正那个城主的人我都有了。有这个吗？上去打断腿小怪，判定已死亡，然后在地上爬。哦，原来是这样。啊，不要打我啊！等一下，回去有宝藏啊！真是。这啊！不要不要不要！不拿成就，不拿成就，不拿了。因为为了一个成就，要准备个呕吐袋，我才不要。但我不会被石头打爆吗？小刀把盾牌给戳破了，有那么猛吗？看一下还有什么？啊，来吧，又有两万块了。丹药草席这样还不错诶。太远，好像没办法看到血条哦。没有，这是浪费弹药。李阳跟你讲说，这些是浪费弹药。下面那层，哎，我的东西，应该是没有了。对啊，刚刚我明显就看到那边有几个怪，他们是没被石头砸死的，然后就门口这边被砸了。不要杀我！好，这边没东西了。啊，算了算了算了。我是希望说他去以后能不能改下。改的话真受不了。不是啊，那个他东绕西绕，我是受不太，是没办法受得了啊。主要是那个东绕西绕啊，要往回跑，我觉得应该也不太行。会变成说，可能我按实力回来之后，我一样不会去回来用。小刀无敌啊。啊啊，披风还会再回来吗？哎，不会。阿路带披风很帅，虽然实际上是个残念角色，残念系。
被余波打到。卡缪妹妹像布马啊？说谁啊？哦呦，好，这样也可以。完了，我的护甲。开始吧。哦，无敌判定刚刚好啊。嘿嘿，我没事。李阳从旧版开始被村长抓破外套，送给敌人。哦，对对对，哦，好吧。可惜了，我比较喜欢有外套装的。我记得那个怪物会再出现哦。抱歉，我真不想和你们玩了。那小钥匙倒是不知道。在这，他这个光影我完全这样子，我剩下一个人偶啊，他哪边可以？他哪边可以看到我还缺哪个人偶啊？因为我现在缺一个、啊，卡缪是盗贼，他不是开钢弹的吗？因为我没看过原版力啊。阿西里回来了。他有麻烦，总不能不管他吧？要是我现在才玩一半、欸，要六个小时内通关。那 S 加啊，哦，我真的觉得太夸张了。我现在才玩一半而已，而且我已经是第二轮。我记得这边好像有蓝色奖牌吗？还是爱打拼，爱打拼才有。啊，又这边到了。我问一下，那个很像《恶灵古堡》的那个孤岛鬼影啊 ，Land Use 啊，它是不是也是一样这样会绕来绕去啊？如果会绕来绕去的话，我就算了，应该就不要了。嘿，快看，旗子降下来了！因为之前那个《Damage 1998》，它虽然跟《恶灵古堡》很像。但是他视角没有那么夸张。打他同伴哦，很强哦。现在的又谁会赢哦？你跑屁！啊！哦！啊！就剩一块。
我只能这样慢慢来啊。才补这么一点点血啊。那怎么上去啊？哦，难怪这次特别硬，上次打的时候就有疑问，有疑问了。有血条真的比较方便判定啊。201-3不错啊，我好像有实况过二代吗？那二代有也会有一点晕的，三代倒是没有。啊，一代我不确定，一代我好像没玩过。GTA 5能够卖那么好，主要是因为说有些地方如果你连续一直失败，它会让你直接跳过。我觉得恶灵古堡也这样搞好了啦，要不然有些时候这地方我就直接故意给它失败，然后直接让它跳过吧。不然说真的受不了。这边我不是来过。还有谁？哎嘿，哎嘿。我的反应越来越好嘞。哎，三小。哦，先救他吧。闪光弹竟然没办法闪瞎那一只，一定可以啦，目前已知的消息好像是还蛮不错的。是，小心！我要赶快去用个制裁师，我散弹枪不强化了，我要去用制裁师，一直都打不到敌人，超烦。怎么打开了？你这边怎么关上？
你还好吗？我知道。真是突然间管，这卡普隆真的很会搞。我记得上一轮的时候这边是打开的，对不对？我不得不说，阿九如果命中的话，伤害真的很高。这就给高手用吧，我这种新手就算了。打中弱点，伤害是蛮恐怖的。受伤了。伤。我没事，谢谢。啊。OK 了，冲吧冲吧，然后接下来又再一次分别吗？这边哦，舞厅，然后掉下去，哎，还到这边。不会，他光荣不可能掰，因为毕竟他光荣，一定应该还是会想办法压低成本的、啊。然后就到时候以后，他就是出那种复制贴上，像 UB 一样，复制贴上就好了，这样可以保底。而且你只问说，UBI 啊，他一直以来就是复制贴上，可是都有赚。他都有赚，而且卖的好像都几百万套以上。欢迎，我这里可有不少好东西，在这些都是多多益善。我没错。祝你好运，陌生人。好贵气啊！这就算成交了。嘿嘿，随时欢迎。制裁者类是那种气。而且他以前还蛮考究历史的啦，虽然出神话三部曲就不太能够考究历史，因为神话三部曲本身就有一点模棱两可，因为他毕竟有点太神话。哎，专属强化组，我现在下大雨，马蒂达不要去换哦。有两张哎，我现在53000，那么再进行一下。听气啊，老弟，蓝色奖牌。上面这边，我记得好像是有一个地方。好，跨博了。上面有一尊雕像。对，我打算换它，因为红外线，我想要用红外线，要不然每次都打不到人，然后还要。等那个准心缩短，有点不太受得了。尤其我已经一直都打不到了，有时候敌人突然冲出来，然后我要打的时候，哇，没有。哦，对哦，要接下来换阿斯林哦。哎，比原版还要更难。原本阿斯利还那时候没什么惊险的，但上一轮真的超惊险。有时候我还担心突然挂掉。
这边我想起来了，那个哦，那一只。OK， 我按键。现在中午吗？嘉宾，有听到声音啊？那这还没死吗？走走走走，还没搞定吗？那只也太硬了吧！哦，搞定了，吞食孔明钻。以前这种战旗类的我暂时先不碰啦，因为我那肌兽新世纪都还没打完呢。这代没办法让阿十一到处读，说真的有点危险。简单模式的时候还好，然后现在我突然觉得好惊险哦。角色扮演，角色扮演那就 RPG 咯。 RPG 的话尽量是不要太拖啦，因为 RPG 其实大多文本类都很高。说真的，如果文本类这么高，还蛮花时间的。啊，尤其我是希望说二月多就直接打那个荒野了，所以太花时间了，就往后吧。而且还要看我合不合电波，有些 RPG 真的非常剧情冗长就算了，玩法还比较无聊，那这样我会是有点受不太了。升起来之后，我记得好像又有新的敌人。没看到。
NDS 的确不错啊，我之前有跑过基站 W， 就差没隐蔽吗？NDS 确实不错，但要也不能把它硬吹到说超级无敌变。剧情上的安排，我觉得以新的机战来相比 ，W 真的非常厉害。不得不说一件事啊，是因为新的越来越糟了，所以大家才往回看。W 那时候玩起来是也是真的很棒，尤其 Z 有新招式，我是觉得还蛮奇特的。好像是 Z 还是我那时候玩 BX 还是 W， 就 Z 有新招式，然后有死为勇者王，我其实还蛮吃香死为勇者王的，有的话我就非常开心。然后三十有归有，结果 中途就给我换掉了。很想问他说你在搞什么啊？为什么不能像那个机战 X 或机战 V 一样？那个魔神凯撒跟魔神 Zero 可以切换啊？那两刀一叉一汤匙，一酒杯，但很少有这么好的。然后空的。白酒瓶，哦，不是在这。酒瓶、高脚杯、面包，各三个。激战 W 好像也没有去跑第二轮了。UX 好像看到有人有汉化了，只是不知道汉化能不能对应。我玩的日文版跟汉化存档能不能互通？这是一个最重点的。他卡住了。这我没注意到。喜欢这些老古董。哦，对对对，这边是要打好几个盔甲。对，小钥匙，上锁的宝藏，有了，这边的。
还有这边，我想到了，我要连续打好几个。我先看一下，我闪光弹有四个啊。先补子弹吧。因为如果有红外线效果，那盔甲怪也不用去瞄了。我能不能事先把这些盔甲怪干掉？哎，有有有！哎，阿罗啊，感谢感谢。反正我子弹多，优先打。啊，九伤害真的好高。哦，哎呦，我刚好有无敌针呢。啊，太大棒，丢蓝火。啊，反正我有一大堆啊，我干掉了你才丢。简单模式阿斯里好像很后面才丢的。阿斯里，拜托你了，拜托你了。阿斯里，阿斯里，丢完了吗？见鬼去吧，破铜烂铁。哟。哦哦啊！还有吗，阿斯利？救救我啊，阿斯利！有没有看到？那么近，我三枪竟然都打不到。太多绕来绕去的地方了。谢谢你，真是帮了大忙。不然说真的，我是想要玩玩第三、第四轮都没问题。如果有些场景可以跳掉的话，我是想要这样。下一个是，哎。四代、五代、六代好像都可以跳章节，不是？哎，上面，我等一下回去上面看看。对，黑尾真的超棒的，空间小。我第一轮是玩黑尾。啊，然后这一轮换完 R9， 但是用一用之后发现还是用其他的会比较好。红外线是不用连准星都不用等就可以直接搞。R9 就是伤害很高啦。
我去画廊一下，应该还有苗七啊。没有吗？作业资在哪？反正我记得接下来就是阿十里去行动。我发现你完成了一个悬赏任务，干得好。难度二以下也能用上。我现在是玩普通啊，所以应该算你说的难度二吧。就知道你靠得住。哦，要买啥？别欢迎。金砖还是板砖，我通通都买。价格嘛，那才是我们要烦恼。下次再来啊。看有没有掉那个大袋子红色药草，没有绿色药草增加掉落率吗？欢迎，我这里可有不少好东西在卖，陌生人。我拿口罩。嗯，我看一下。哎，我有扛啊，还可以，还可以。而有些场景希望说可以跳过了，那些绕来绕去的会太晕。然后我想要换那个制裁者。然后这把匕首的攻击还蛮高的，缺点就是它耐久度比原本里昂那把还低，硬派也让敌人太难僵持。嗯，那我现在玩普通是制裁者 OK 吗？然后有一个成就是拥有所有武器。弄好了，如你所愿。伤害是有差。眼花了是吧？我们的手艺可讲究精益求精，技巧是你的钱不够，我是看看感觉如何，老弟。哦，还蛮小格的，这镭射瞄准器。好，阿九放弃回去。现在空间很大。我来看一下。哎，赞！放痛！哎，对，我要切换了。哎，没有，我先切换那个手枪啊，手枪弹药很脆。65%，最高好像就65%。哎，不对，爆炸弩箭也是吃那个小袋资源。好吧，就先这样。比赛塔，那现在我用
他没有小寨资源提升交流率。那红色药草我试过了，根本不需要。我用的时候，他就直接拿五个红色药草，还占空间。这个好像是直接回去吗？哎，对对对对对。爆剑有点好玩。然后利昂要被抓了。利昂，哎，这边哦。大厅至书库，书库这边吗？我这次试试看都拿吧。我最不喜欢这种躲躲藏藏。阿什利没有血量嘛，被打一下就挂，所以我没办法去开那个什么 mod， 然后阿什利无敌。这边我真的很想这样搞。这个吗？我应该就先不要玩这个。好玩归好玩，因为有些场景太痛苦了。上次好像就这个宝藏，好像有一个宝藏没拿到哦。我忘记哪一个了。库米库加油！隐藏楼梯，一定是通往威斯密室的地方。米库加油！他说我上次没有拿到的是哪一个？这是上锁的吗？不会吧！
对吧？要仔细看就知道了。啊，有人动的。四厘米就可以用手把这个强行拉开，然后却砸不破那花瓶。而这场景就明显不能让你慢慢来，啊，然后这跑快了，我又有点受不了。看一下刚刚拿到的资料。等一下，他这个是我忘记要几点几分。11:04。我明就得 A 跟 D， 然后它上面写 Q 跟 E 移动。漂亮！刚才还看到一个类似的钟，还有一只。对哦，我要先把它引过来。哎。王者再临哦，以前蛮常跟人家一起玩的啦，然后后来我那时候单玩的时候就还。但王者再临真好玩，各个场景去设定的时候还蛮棒的。哎呦，我竟然闪过了，我怎么这么强？还有那个忘记了。Hello， 黑门关真的硬哦。对，黑门我失败几次，那个真的难打啊。那同伴你要一直哭着说他不能挂掉，然后你又很容易挂。那时候好像精力最先挂，然后还有再来是亚拉冈，那个话失去还好。
等一下我回去的时候要去看一下。哎，够，还有从，我不知道他在说什么。I'm Chinese. Sorry, thank you. 和王者战友，我真的觉得说他做的还不错。前一代普通，尤其前一代打到圣盔谷，哦，那时候失败超多次的。哦，三小啊！哇，真的是直接冲下来了。怎么来的？上次好像就这个没拿哦。不过双城奇魔有一些 BOSS 关我很难 ，BOSS 关很难。双城奇魔 BOSS 关真的是我打的超多失败的时刻。尤其那个强兽人啊，他真的让你感觉到说强兽人跟半兽人差距多大。但是说真的，我会超不爽。那时候打那个强兽人一直失败，一直死。我要拉那个钟。对吧？我想说我一个亚拉冈竟然打不赢。那时候好像是亚拉冈还是什么，我打不赢强兽人，老鹰、蛇、鹿跟那什么，总之四个都要用。那只给我装那个哇，好样的，他直接给你装成那个雕像。哦，这个比较难用，我决定先开。一直疯狂跑倒是好像不会被疯狂打，不会被打到。来啊，来啊，打我啊，来来。哎哎，刚好四个钥匙各一个宝箱呢。好，基本上应该都拿了。这个我还不确定需不需要钥匙。就这个嘛，黄金铠甲剑士。
只有李阳要来打。搞什么？我看一下这边有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捡，应该没有。然后之后按掉，有自动存档，现在我觉得有自动存档就还好，死了就没差。只是说那个阿石这边太麻烦了。来，都是怪骑士，你不要动哦。刚刚好，对，他设计的刚刚好，你不会来不及。哦，还有他这样设计不错啦，要不然设计成说你还要特地绕来绕去才可以，那我真的会有点不太行，我可能就直接弃坑。顺砍倒是还行。等一下我来这边的时候，顺路我看一下，是不是在天空上，有天花板上？对，那我能拿的都拿了。哦，我天啊，你好像一个小时前就开始看了，然后到现在竟然才问我说怎么会有初音。哇，太厉害了吧。哎，你是一边在玩游戏一边在看。哦，我想知道说我还缺哪几个人偶没拿。喝些水。我不只还用初音，我还用阿鲁，还有沙之。之前有看医生说多喝水会有效缓解那个头晕的症状。第十章开头，刚吃饭哦。OK， 这时间点对了，你们是正常时间吃饭，大概都是11点到1点之间嘛。因为我以前在比较时常出去的时候啊，在外面看，我大多都是2-3点的时候抽血。第二次抽血，然后真的几乎整间店可能就只有我一个，有时候好运气好可以遇到另外一个客人一起吃。过2点啊，看不，应该说过1点之后就几乎看不到人。那些好像是阿石里捡的。
好，你去捡这些东西。那我刚刚去合成那个弹药干嘛？我这边就捡到了。哎，对啊，刚刚阿十一是要被抓的，是不是？哎，我记得盔甲是不是都跳到下面去了？听到声音了，哎，我那个是不是暴击啊？就我刚刚打下去，然后一下子突然损超多的。不过五代有同伴，至少他这点应该不至于到乱改。有同伴，基本上我都还好，只要有同伴都好。而且我本来现在玩游戏就是喜欢有同伴的感觉。除非同伴也有血量啊，要一起照顾，但他这一次都改得这么好了，你自己看他，阿史力都不是爱侍应了，他还可以帮忙干一大堆东西，所以说啊，五代我相信他也会做得很好。嗨 ，Hello。没有啦，你要跟你，我跟你讲，人家女大十大变，你怎么可以就认为说男大不可以十大变？那李阳他绕来绕去之后啊，为了阿史力，然后他也变了一下模样。俗话说人靠衣装嘛，李阳也是有兴趣的。变个样子又怎么了？对了，想说艾达我都换了模组，我那李阳也换一下，好看吧？哎，等一下，那个悬赏是不是？奇怪，我怎么没找到？
这样子。隐藏物品应该就一只独角仙吧？还有其他什么隐藏物品吗？哦，对，我那时候好像这边有失败过一次。只是我不知道说我这个贯通能不能贯他的盔甲。来吧，看我把你这个老骨头打开花。哦，好，直接搞定。抱歉，手脚乱动。别挡道！哎，真的哎，打他们的第一发会很痛。然后之后好像就没就第一发，就他们头盔掉了之后，第一发会超痛的。公司报比赛塔竟然没有发挥作用。为什么阿什里可以钻过去，我不行？嗯，啊，这边道具全拿到。现在公司包空间超大，为什么以前？对哦，那时候我拿步枪哦，我现在步枪没拿，拿那个弩炮，空间就小很多。看到了，原来在这儿。嗯，东西都拿了。这个现在黄钻跟蓝钻超多的，欢迎啊！我可出了个好价钱，我们开始了解你的品味了。七万跟一个，对换哦。我现在不知道我艾达有没有全武器收集。因为如果马蒂达跟枪托一起用，
这样22吗？要不然我先用，为什么它会有40跟30的、啊、还缺一个，我还缺一个打。我现在就是很疑惑，说我哪一张的人偶没打、啊、我很担心啊，啊也不知道我要怎么看呢、啊。本来就有，我在想说哪边可以看到成绩哦。哦，有有有有，有有看到看到看到，有感谢感谢，第十一章，我第十一章要注意一下。对，教学应该是爱达那边的教学啊，继续走吧。本来就有。一个是第一轮的，一个是第二轮的吧。那我就先用三十的好。那么，你要将哪把武器升华呢？想调教的话，说一下就行。你有射击可贯穿五个目标，目前应该是贯穿三个吧，应该不太需要了。先用这个，让小刀伤害更高。走喽。打完城主之后好像可以再回来哦，这个我真的感觉拿不太了。要不要走来走去绕来绕去的，这两倍伤害吗？这就两倍伤害的意思。我现在是厨刀啦，对不起，我现在是厨刀。我也想说有这么夸张。我看到那九度扣超多了，我就知道了。急救喷雾可以等到以后玩那个硬派或专家的时候一直用。对，主要是我有装备。哦，这边泥态吗？我来看一下。哎呦，没看到哦。
阿杜，啊！哎，等下他没打到我啊！他学水龙是不是？他们刚刚我闪过了哎、欸，怎么会又打到了？孩子，在哪边不知道。这个最好多来一点。有打到头，他会直接那个。他说这次有新，这次有回归那个怪鸟。水龙要不要也回归？欸，水龙在崛起有回归吗？啊，有红外线之后真的比较好瞄准。R9给高手用吧，我这种新手就先用我的。啊，打到屁股。真的很棒！你刚刚是从这边来的吗？哦，差一点。对啊，红加绿并不是补全部。军刀很痛，军刀很痛，一击必杀。不行啊，没有再掉宝石。我现在宝石多少的？没有增加多少。
蓝钻倒是有增加一些，如果蓝钻已经够多了。里面我记得有一两只吗？你没事干嘛？啊，没了，全没了。啊，我记得这一张要打那个右手，对不对？你看，有这个红外线瞄准就超准的。金刚狼，哎，等一下，我靠！哎，等一下，好难打哦！哎，我之前是怎么麦克风一发搞定的、啊？哇哦！哦，我打到这个了，真的一发，我麦克风真的一发，就第一次遇到他的时候，还不错吧？哦，还有这个，还有暴击，好吧，应该是打到他背后啦，就我那时候刚好贯通到他背后的那条走缝，应该是这样子，所以一发直接暴击。现在想想，只有这个可能，因为我现在这两只，我就打他背后一发直接挂。
如果我蹲下来用弩箭应该就可以了，他这边都送你弩箭炸药。No, Leon, help, Leon. 好了，不是。我这次不用那个，我这次不用金蛋。试试看普通去打那城主多难打。好好学学着陆吧。李阳，你也是踩着人家尸体才成功着陆的、啊。还行，慢慢来好了。我视角还特地拉远一些。应该是有炸到弱点吗？听到了，喂，刀砍不到、哦。发直接搞定，然后意外间不小心打到一只黑鹿。啊，小刀吗？以前玩一模二的时候，我是用皮领发。哎，马上！很可惜啊，五色同色它预定就是没办法用破十万。对，小刀原版小刀也很难啊。
我觉得场景主要是太小，如果场景大一点的话就还行。没东西。啊，我忘记买一把 RPG。可以。等一下遇到那个右手的时候啊，一发 RPG 送他，直接搞定。没关系，不要紧。而且要是一定要冷冻嘛，这次一定要冷冻，不然真的没电。要买啥？啊！我可出了个好价钱，轻而易举。好好爱护你的装备，老弟。哎，贯通五个目标应该不用。想在战斗中活下来，最好调教一下装备。技巧是这种工作的关键，陌生人。细节决定成。这把武器在我们正常的服务范围里，还有其他项目。旅途愉快。啊，这样背包空间够了。我想说说，该不会有个成就是所有武器强化到最高吧？哦，没有，嘿嘿。啊，我忘记买了 RPG。有有有，如果我忘记我艾达有没有全，艾达有没有全买？因为现在要全武器收集的话。那个马蒂达可有不少好东西在卖，陌生人。空间不足，要手上的钱还是身上的命，简单至极，老弟。下次再来啊。欢迎。哦，要买啥？钱财身外物，生不带来，死不带去，这就算成交了。随时再来。哦呦！来啊！好，有了，可以放火箭炮了。欢迎！啊！怎么就刚刚好啊？没钱。哎呦，阿九卖掉可以27万呢！哇，好贵哦！卢爸卖掉也有20万。切刀，作战小刀。哎，怎么办呢？急救喷雾，失望。我现在没钱买那火箭炮。啊，硬打啦。我现在宝石身上卖卖是还好啦，我不知道后面要不要慢慢看好了。卖9个，这里卖9个。好，搞定。陌生人，哦，我可
能没资格说这话，可别一下子就死了。会不会把自己炸死？火箭炮。宫殿出问题了吗？大代之门。糟糕，这样弩箭好像太多了。重型手榴弹也用一下。啊，这样空间多了。接下来要闪避喽。而且我记得那 QTE 有点搞。嗯？哦，不要这样突然转了。先换回这个好了。你一发直接把你打碎这才叫厉害、哦、我懒得跟他那边跑来跑去，我们现在都有点要有一点点吐。专家难度也是吗？一发打碎。算，反正我应该暂时跟专家模式无缘。动态难度，我记得以前你们有跟我讲过，只是它动态难度。还没有让我感觉到非常明显，希望续作也不要搞成这样。顶起来之后轰到怎样都直接搞定 ，OK。哦，这边好多东西哦。
接下来等到我的最大的挑战是到孤岛之后，孤岛之后要再生者，我想会是我最大的挑战。搞定。下一张我要记住，人偶。习惯了之后是有点快，40分钟。那设计厂我也不想用。可有不少好东西在卖，陌生人。这些都是多多益善，我没错吧？火箭炮8万，然后为了打他，我买了火箭炮8万。啊，我忘记改那火箭炮费用下降了，然后赚个3万。原版这边还不错、欸，因为原版它是掉3万，火箭炮3万，也就是说你刚好火箭炮打他是。没有赚，但也没有亏，啊，这边就没有了。就这些了吗？可别一下子就死了。事情上，信任一个为保护伞卖过命的人，对我来说很难。我知道了，保护伞已经完蛋了。你用不着再为他们操心了，可别一下就死了。我觉得等等会立，我觉得这立 flag， 等等我可能就一下就挂了。我还依稀记得那个，我完全没躲，然后我就被落石砸死。就这个啊。哎，什么时候成死胡同了？这里应该是出口了。我想说只是个石头，结果没想到他竟然还有做这个内容。看来我们有伴了，准备怎么办？哦，对啊，嘿嘿。我靠，爆炸伤害，谁丢的？哦，就你这家伙是吧？因为我自己原来都没有任何判定的书，伤害是的确高。克劳萨这把刀好猛，短枪这边场景我转起来其实就没有到太远了，所以我觉得场景应该做大一点。
看到看到。哦呦！啊哦！普通难度甚至有两只哦。你踢屁呀、啊！是我踢伤害比较高。哎哎哎哎哎！太不容易了。哇！我打只甲虫都有，我打只甲虫都有蓝宝石，然后我这个电锯竟然也是一个蓝宝石而已。打不开。因为这走路也太慢了。听到声音了，而且好像还是炸弹的。现在看到那边有东西，我真的，我现在玩了这有三四张了，然后十字弓真的不常用到了，后面应该也不会太常用到，会用到主要是这个炸弹吧，大多都是用手枪啊，这才是好用，但后面再生者我就不知道怎么办。假如我不用步枪，要怎么去打那个再生者？哇，死下大牛虫！我上一轮想要推，就我挂掉一次之后，我想要推路易斯上剑，结果推路易斯不会动。我试试看。对，他要回去，我想把他。我想让他被炸了。你的身手这么好。对啊。你真的只是个研究员吗？我就是个平平无奇的，很有女人
算了，先到下一个地方吧。对哦，这边要那个。有试过可以吗？就让他们掉下去。路易斯加油啊，都交给你了。他们动了。哎，有办法吗？我记得之前你们好像有讲过说两只的时候才可以去弄，然后让一只被拉下去。感觉我要挂了。还是要打到他们跪地呀、啊。难打，之前我打有这么难吗？哦，救命啊！我靠，克劳萨的刀这么强哦！这个可不太好对付。抱歉，先帮我应付一下。你这是准备去哪里啊？没有啊。喂，我没有普，我没有无敌判定，是不是？我竟然没有无敌判定。啊，不用那岩浆了啦，好难用哦。那我想说，他让我在那边进入那个动画状态的时候，好歹给我无敌判定，结果竟然没有。爆炸刀好恐怖，等路易斯了。靠，他动了，抱歉。
不让我赢啊。你这是准备去哪里啊？像这边就好麻烦哟。加油啊！我有个小礼物专门给你的，灵鹰，打爆他！妈的，盔甲打不透！漂亮！哎！行，送这家伙上路吧！要开了！路易斯，下去吧！真是，我刚刚想说，路易斯会不会真跟着下去？这时候应该东西呢？哎呀，东西没了！这里应该能爬过去。啊，好吧，东西没有了。哎，真是的。来吧。没有原版呐、啊，他在那边挣扎的时候，如果李阳靠近，会被抓下去。欸、真真实哎、欸，这个地方，这地方不用那么真实的、啊。妈呀，太巧了！他们居然在地下也有着玩意儿，这地下可是他们的圣地。啊，这次我们就跑到矿车前面吧。上次啊，第一轮的时候好像也是在矿车那边先存个档。下一次实况看能不能一口气直接实况完。你叫我们做这玩意儿，办法吗？哦，有了。哎，等一下，第十一章啊，人偶，我看一下，我搜寻一下那个，人偶在哪边？第十一章的，我查一下。如果就在附近的话，我去捡一下哦。玩第一次矿车之后，在停留点的屋内破墙上。好，一口气，免得我下次忘掉。走吧。叫谁桑丘？看，动起来了！现在我是不是用那个 Red 酒啊？真的。哦，说回来，说什么？希望你喜欢过山车。来吧，我们要出轨了，帮我一把，他来了，小心啊。反正我那个成就能拿到矿车无伤。哦，我差一点嘞！红组，
好，搞定，应该差不多了。速度超慢的，啊，到了，这边有没有存档点啊？完了，哪里呀？这才刚刚开始呢。就这里面吗？我调大声一点。路易斯，你就这样让他变。听到，听到。搞定。然后拿到那个无限耐久小刀，然后接下来就是基友挂掉，人偶全拿到。电锯男打得掉吗？波仔一点。打不到哎、欸。还有没有？还有不会出现什么隐藏成就？要打那个，就刚刚上面出现的。在运送炸弹的，真的假的？那电锯男血超厚的，哦，原来是这样，也要打他的车哦。好好，对不起，我错了。
他刚刚写深一点点，这是有个故意的。OK， 全个档、哦，跳出去。看一下那个额外商店。是吧？夜模式获得诶，得了吧。OK， 有些我是希望说他下一座能不能改成章节四啊？因为有些如果我要重新挑战的话，就像五代啊，每一章节都有不同难度的挑战，这样的话有些会晕的，我就可以直接跳过。OK， 那就这次实况到这边告一段落，谢谢大家收看我黄金城的实况，那就我们下一次再继续一口气直接冲到结束。晚上我再看时情况会不会继续跑，哇，让头休息一下啊，拜拜。